请注意，此影片含粗俗用语，不适宜儿童及易打眼症人士观看。此影片绝非广告，自费嘅屌你！真系好耐冇拍过呢个系列啦，唔关悭咗家或者行少咗街市，反而想揾一啲值得同大家讲而又唔食得嘅香港制造产品，真系唔容易。好彩都俾我储到几件，今日就嚟同大家分享下呢几个月试过啲乜啦。或者有人都记得我曾经拍过呢个牌子嘅袋，唔少网友仲真系走咗去帮衬添。除了拍过片的黑白色之外，我上年还订过一个黄色的，底就用了灰色的纯素皮，入面是间条纹的玻璃，跟我买黑白色那只的感想一样，只袋手工真的很好，车线好 Q 整齐得嚟，还好实正。因为它孭带和上半 part 用了布，比起整个都是用素皮整的矮得啲，操用了两季都没损伤。狂塞嘢咁孭之下，条孭带个薄口位都仲系咁实正。有唔少网友买完都话，虽然收到觉得比想象中细只，但系事实系又比睇落去装得多嘢啲。你见我连续屌咗两只一样款嘅翻嚟，就知佢有几实用啦。今年呢个牌子仲出咗只大只啲嘅新款，价钱比啱啱嗰款贵好捻多，我自己买都有啲肉痛。但是因为真的很欣赏店主的匠人精神，所以见有新的就支持一下，顺便拍来跟大家分享。买手工和心机值不值就真的因人而异了。大镜这只真的很装得，底部电脑或者 A4 file 下去都绰绰有余，摸落还实正过刚刚黄色那款，这手工还是车高档衫才会见到的技巧来。不过因为它大只很多，孭起来明显重一点，我自己就会推介你睇咗细嗰款先啦，价钱亲民啲又轻啲啊嘛。打嘅话，我另外都买咗呢只，但系啱啱买冇耐，只系孭咗几次，襟唔襟我就唔敢讲啦。我自己摸落都算系挨得下嘅。佢用嘅布偏薄，所以个袋好捻轻。我以为佢啲布咁薄，孭嗰阵入边啲嘢会揞晒个形出嚟，好丑怪。点知用落又唔系好觉啫，入边有防水布夹层同一个旧装电话嘅内夹，开口位有磁石拍钮，最特别系条带可以自由放长缩短，只要掹掹绳自己校就得啦。放长啲斜孭又得，缩到好短当夹喺夹拉底下边嗰种单薄袋，甚至手腕都可以。我初头觉得佢个款好似斯文啲，要衬啲恤衫啊、文青款嘅嘢先好睇，但系用望发觉，去衬普通 T 恤喺我身上仲合理啲，平日轻样都孭到，唔系真系咁难衬。为咗拍出嚟文青啲，所以买咗白色，同款仲有黑色噶。我平时出街都唔少嘢拎，个人又大份，所以拣咗大 size。其实实物睇细嗰只仲靓啲、Q 啲添。和刚刚那个牌子小那款袋一样，我都觉得好抵买。大家如果在市集见到的，不妨去摸一下、孭一下，看看喜不喜欢啊。标对我来说不算很重要，跟着这只标我买的时候真的很大原因是为了拍片才舍得买。一眼看中它是因为它的样子够文青，我觉得你们不少人都会喜欢。它除了是香港做之外，仲用咗回收木嚟整。如果我冇记错嘅话，我应该系今年新年之前买嘅。粗大咗几个月，洗手嗰阵冇除标，冇就住佢，暂时都冇白冇烂冇甩线，仲好准时添。系真皮嘅部分有啲正常嘅变色。其实我真系戴嘅，得佢同另一只滑嘟嘟送嘅标嘅啫。喺我身上都真系几常用，仲好好衬。除咗买现成标之外，仲可以参加工作坊，亲自砌翻只。同牌子仲有出好特别嘅 Apple Watch 目标带，但系我自己冇 Apple Watch， 所以就冇买啦。跟住嚟多件手工制品，系一只手做嘅陶瓷杯嚟。坦白讲，攞过唔少香港手做嘅陶瓷制品上手都买唔落，
好多唔系重得滞，厚得滞，就系个设计好唔实用。好似小学生猜泥胶冇乜心机整出嚟嗰啲，就更加唔好提啦。呢只杯可以话系我行咁多市集见过嘅香港手做陶瓷入面手工最好嗰只嚟。唔睇佢个牌嘅话，真系以为系日本专业牌子做嘅。佢攞上手唔重，杯底有脚，唔怕辣亲张台。杯身唔会过厚，唔会觉得佢捻都咁捻出嚟。呢个牌子另外有啲碗仔个款都好靓，对于好中意买餐具嘅我嚟讲，真系好吸引。但系老实讲，喺香港要揾地方手做，仲要唔用中国料嘅话，成本真系唔低。所以佢啲嘢价钱真系唔平。喺呢个考虑之下，我就拣咗呢只杯嚟影俾大家睇。唔知探黑咖啡嘅朋友会唔会有兴趣呢？我都明，就算我咁讲一讲，大家一睇个价钱可能都会却步。但系攞上手，你会发觉设计师真系好有心机整每一件作品。而我觉得用心做嘅正嘢，好应该俾人睇到。所以你哋会唔会买都好啦，我都好想话俾大家知，香港有个唔输俾日本嘅陶瓷艺术家噶。嗱，唔出样嘅我拍啱啱嗰几件要够 footage 剪已经好难噶啦，跟住落嚟呢几件我真系唔知点拍先好。画面冇几多嘢睇，大家就将就下啦吓。我喺一个香港做嘅护肤品牌子度落咗一单，入面有 hand cream、爽肤水、保湿精华同埋一支乳液。hand cream 只味好香又唔浊，但系质地偏稀，好多时用力少少支就支多咗出嚟，有时甚至冇支就咁开盖去应滴紧。可能因为我咁唔小心用，所以觉得佢烧得好快咁。佢搽完之后好快就索咗，索咗之后摸其他嘢唔立，同时又好似有阵保护膜喺对手度嗰种味。我印象最深刻嘅系香味好持久，搽咗好耐都仲闻到对手好香。但系以咁细支 hand cream 嚟讲，我自己觉得有啲贵，回购嘅话我就未必啦。另外买嘅爽肤水、保湿精华同乳液系一个油性护肤套装嚟，感觉系佢哋所有嘢都好好吸收。在我多油的地方用了它之后，真的褪迟了出油的时间，但是比较干的那些位置单用它就不是很够力了。入面我最喜欢的是支保湿精华，质地很薄身，用完不粒化妆又不会起擦胶碎。如果要我给意见的话，我会希望它的网的产品名不要只是用那些好型的代号，搞到要按进去才知道自己啱不啱用，那网友找东西就可能会方便一点了。今集拍埋啲嘢真系有啲贵，最后就摆样平啲嘅落嚟啦。佢系一本香港做嘅小气宝，入面印咗唔同栏位俾你填，例如有日期、嬲嘅评分、激嬲你嗰条粉肠个样、重犯咗几多次等等，仲有一个发泄区俾你写低任何你想写嘅嘢。最盏鬼系背面系印咗莫生气落去。呢、这个研习本系列除咗小气宝之外，仲有咖啡研习本、电影记录本等等。想专门记得一啲你觉得值得嘅嘢，不妨睇下有冇边本啱你啊！因为好想有多啲香港制造嘅正嘢，所以就算收视唔高，都想 keep 住拍呢个系列。如果你买过乜嘢香港制造得嚟又好正嘅，希望你可以话俾我知，顺便话埋俾大家知。咁呢好嘢先有人买又有人做噶嘛，嘻嘻。